喺共有一年，人嘅天赋不人得睇咧，想来我要寄希望，看到讲我。其实看唔到，模特咧唔单止系模组黑铁天天，还模特咧识条路、交朋友同行通嘅自由。出身低调看唔到咧，还系希望做得有精彩嘅人生。故说从一日到模组好好嘅人，将来做得每日到默默嘅朋友，做得埋我。系苗栗万里高山嘅差异化。来上一啲某某朋友嘅真实感受，希望有一日来做得天数所有嘅某某朋友，了解也是嘅系一米万嘅。在意识中天使咖啡茶水，可以给大鹏子贡带领某某朋友来去咖啡茶，来鼓励肌肉行出摸背，锻炼身体，同时还做得到行较多朋友的团体。不过想要做一个好的子贡，带肌肉来看世界，算来我那条条件哦。国立万里高中的差异化，一摆就天天茶水，向下行业某某人的世界。来做一个爱给你一生，体会某某人的世界，叫做热情老发力。Hello， 请问是谢怡华吗？对。啊，是哦，老师小心哦。哎，你好，你好，我是松哥，我姓黄，这位是展翼车队曾团长，也可以叫老师。老师好，老师好。怡华好，好，今天早上从苗栗过来吗？对。好，那我们先坐着聊，好不好？好，老师这边有一个接哦。好，来，小心拿上来。好，你坐这，来，一华你坐。好 ，OK， 好。本身就是看不到的真心用心上，除了是战衣失踪、天使黑皮茶吹的团众以外，还是行头去争取 ATM 平权运通，为所有某某朋友争取到存有二元提款机公路清贷的人哦。记得总算不是老两千的密码，根本不是给你上市前本人投量啪啪损失的千元。韩国近本日批电机抢下来的跳那么音都疯疯的阿强哥，是黑茶水度老经验的职工，要在6年前推通成立某某人茶水创业的关键人物咯。好，那以前你有带过视障朋友吗？没有，今天第一次。第一次啊、哦？对。那我很幸运哦。那我们带视障朋友，第一个我们会教他一个就是问、拍、引、爆，有没有学过？问、拍、引、爆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就有学校办过一个盲人的讲座，就是让我们认识盲人这个群体，就有稍微认识一下。那从这四个字来，我一个一个字问你，问，问他们有没有需要帮忙？是啊，老师按得掉吗？对。拍呢？拍就拍他手背。是吗？不是拍他胸部，或是拍他头部吗？怕他吓到，应该。很好很好，对。啊，引呢？
是引导他的手放到我的手肘。那抱呢，就是哦，要跟这位师长朋友说，周遭的环境，嗯，比如讲有危险的地方，或是说，哎，前面有 Seven Eleven 啊，老师你要不要去上厕所啊，或是去哪，就是报告周遭的环境，哎，这样，了解了吗？嗯，知道。看起来研发对用的带领一条某某朋友还是用基本的了解，不过门和引波还是在跟听不少金本业在欣赏老阿秋哥当当用研发都公认见面，就是希望做在第设计的生活当中，本期先体验一下算来某某人的世界很用的。好，那走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啊？哦，这边有导盲砖，是哦，啊，里面都哎，欸，是做什么的吗？哦，我只知道是给盲人走的。哦，是，其实导盲砖它分成两种，一种是直线的，就引导我们往前走。那哎，如果有走到凸点的地方，代表是比较危险，需要警戒，我们可能要转弯或者过马路、上阶梯、下阶梯这样子。伊娃，带你走到这个地方来。不是那么单纯的让你来看看这个导盲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体验让你来做。什么体验？什么体验？好，噔噔噔噔，这是什么？眼罩。眼罩啊，会惊惊未？其实我一开始常都会蒙住魔术的世界，而且是完全没办法，一紧张或是一慌就马上把眼睛睁开。所以就有点，就是既紧张又期待这样。偷看？没有。没有，好。看不到了。对。等一下啊。OK 了，就跟我讲。加油。好。好，那我先带老师到旁边休息哦。你在这边哈。好，老师。原来味道爱研发，还卡做得唱起感冒中合体的样诶。阿强哥特别安排去带点木盒诶，还不及此行对天桥的叶片，行到南岸一片，一团木组好好的人行起来，可能单枪两三分钟听听。不过头一摆七家加做某某人的研发，敢真紧做得顺势行过去呢。好，我们天桥这边到了，那我会协助你哈。来，好，摸这里，好，那你要自己走哦，啊，我会协助你，好，来上，老师有教你啊，对不对？好，很好。当松哥跟我说就是要开始走天桥，所以我知道大概的路线是什么。可是当我蒙上眼睛走天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盲人的。在平常日常生活中走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天桥是什么形状，有没有螺旋的楼梯，所以很难分辨路径的情况下去走，其实我觉得对每一个盲人是很危险的事情。谢怡桦，你可以不要摸着栏杆然后自己走吗？尝试看看哦。当你碰到障碍物的时候，障碍物在左手边，你就要往右；障碍物在右手边的时候，你要往左，对不对？这样才是直线。哎，怎么可以退后呢？其实当视觉不见的时候，会更依赖摸到东西再走，但是就是比较靠近车流，地板就震动的会比较明显，就会觉得好像是站在铁轨旁边等那个火车经过的那种感觉，那种震撼感。所以那时候是比较可怕的。来听声音，听着我的声音跟我走。来，我们都是这样在引导视障朋友，没有手杖的时候，当我停止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用你的手杖哦。声音在哪里？好，走。用声音来带，系本记条分辨方向、清占欲的方法。不过根本嘅极限卡带嘅功能，就系爱本易发安心。本记啲顺头有人做得随时落去听书。好，再往前。好，这个是干嘛呢？这个不是引导你哦，是恭喜你通过考验哦。
好，接下来呢，眼罩不帮你拿下来哦，我当你的引导志工，就好像你刚刚带那个曾老师一样，那我带你过马路，啊、哦，可以吗？其实当松哥跟我说要带着我过马路的时候，一开始真的觉得他在开我玩笑，我真的想说，这这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要带我做？好，走 ，OK， 走。还有十七秒，你就跟着我就好了，慢慢走。哦，很棒，不要紧张哈，哎 ，OK， 好，到了 ，OK， 哎，不用紧张啊。然后在过马路的时候就很慌张，因为有时候是我们虽然没有长眼睛，可是车子有时候也是不长眼睛的那一种，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突发状况，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盲人的话，我就会出门的几率会明显的降低，甚至是不出门，除非是有人的陪同之下才会选择出门。老师，他走完全程了，哇，给他鼓掌一下，来，来来来，你要摸摸这里，来，坐在老师旁边，那老师请坐，来，等一下，好，等一下啊哈，自己拿，那我先帮你蒙住，来，好，拿。啊，眼睛闭着哦，眼睛还是要闭着哦，眼睛闭着，眼罩给我，还是闭着哦。好，慢慢睁开就好了，这样才不会眼睛受伤。好。哇，有没有很紧张啊？对啊，跟老师来来来来啊、哦，怎么样啊？难哦，去走那么久。顶爱博体眼罩嘅时间，我就心肝肚就有一种心酸嘅感觉，因为爱滴爱有结束嘅时间。不过某某人第一件就唔只要用脚杀嘅时节，也系同上嘅永远嘅时节，三某人皮都夹到身边嘅时节，就会有一种很无助的那种感觉。也就爱迟到做可能多嘅人，他迟到会珍惜，那些迟到当幸福嘅事情。可能系因为某组好好嘅人。曾经在短短的时间体验过后，当地看得到有结果的。体会过某某人行路时节的心情过后，郑先生才向我研发做盘，去完成其平常时一三年要做的事情哦。有障碍，有障碍啊！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快一点，慢一点，慢。松哥慢一点，他会怕。有没有凸起来？有哎，有哈，摸起来就很舒服。对啊。一种对小市集来，然后这边是芭蕉，你知道芭蕉？我知道小的。对对对对。还有艾文芒果。哇，现在就有芒果了。来，现在季节芒果。对，你现在摸的是葡萄。葡萄。对，现在是番茄。那这个番茄怎么卖啊？150一盒。一盒150哦。对，那温室的。哇，是。那这个甜桃，老师你都怎么挑？通常水果，那我们可能就是挑比较大颗或者比较重的。嗯、对对。它不贵的。瓜2克100。哦，是。啊，这是。那切了，给我的。是。给人家看的。哦。面对郑先生讲嘅平常时爱做嘅事情，就系爱去传统市场买东西。用俗名就做得滴，抢采果子嘅好快。不过近半年，有泥化一种木竹来添宽，天初都得买到含卡斩掉的抢菜果子哦。好啊，那我们买个丝瓜好了，来，好吗？好。对，再蛮重的，给他看。好。就今年夏冷的吃到有冻到，对人家钓一般人讲是冻正常的事情，不过对其他钓来讲，唔是一简单。我感觉青葱油就是某某人一天要有朋友，不管是匆忙的事情，加到天朝要有朋友的碰触，漳州地区解决生发生动荡的困难。来，谢谢。好，谢谢。冇错，有朋友天数对某某朋友来讲，真件动重要。
韩国听某某朋友，老神发变作韩卡神奇，认识新的朋友，也就是郑先生成立失踪天使协力查出的本意。经过几年的时间来体验过后，详细听说到的天数异化，韩卡有信心去完成天光日向下去此行查的任务哦。了日就是战役失踪天使协力查出被某某朋友喊出去了的日嘞。打造新属自贡的教学，要全力训练的呢。然后呢，这边要加个这次上课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二三。一二三意思就是说，我准备好的时候我喊一，那视障朋友准备好的时候他喊二，然后喊三。所以动作会是这个样子，我会说，哎，那个，某某某，你好了吗？他会说好。我说那一、二、三，一起踩出去。好，那其实一般志工到的时候，那像今天是轻松期，那我们会去安排一段新手上路的课程，那目的就是让这些新手能够了解自行车，了解怎么样骑乘的技巧，那有什么动作口令，一二三。的指令是要做的，那这些指令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跟视障朋友能够做搭配更顺畅。如果你觉得好了，你就喊一，哦，他喊二，喊三，一起踩出去。好，一、二、三，啊，等一下，太难了。没有，这这不是你问题，因为你踩太快了。哦，踩太快了。你跟不上。哦，你那个一二三真的要喊大声一点。我先再重新一次。两个人同时三。小心脚，然后后面要注意自己安全帽。好，一、二、三，大家。没关系。有障碍，有障碍。因为一开始我在自己练那个上车的时候就有踩空，我觉得最不同的就是重量，就是起步的时候都会很不稳，就是感觉后面有一个人在，就是比较不习惯。其实也是体育班去协力查的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一点的困难，不过二爸并不是特色，因为根本也了解批对的某某朋友是很有经验的郑先生哦。韩国所有职工老某某朋友都完成批对同基本练习过后，根本也前进太无糖的发通没有正式开始了哦。好，行程愉快，谢谢。哦，出发了。今天来的人数总共是31位，那有18位的志工朋友，跟13位的视障朋友。那基本上人数的比例我们都会一配一个，因为这是协力车。但是我们在行进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领队，一个压队，那再搭配几个交管，所以通常志工的人数会再稍微多一些。好，有交管。嗯，谢谢谢谢。我们的交管只有两个而已。对。欸，如果拉太长的话，交管要负责就比较困难。好 ，OK。我们现在是完全跟上，很近。对。可以慢一点。好。对。一开始知道是跟曾老师一起骑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安心，因为曾老师就是经验比较多，加上就是。前一天有先跟曾老师有相处过，所以有培养了一些基本的默契，所以就比较上手。好，老师一、二、三，很好，很好，哎，好，我们赶上。好，可以。好，要下坡，我们不用踩。OK， 好。过来，右靠，右靠，右上坡，上坡。好，上坡。现在是红灯，然后他说不用停。好，好，我现在到平路了，可以慢一点，可以慢一点。OK。实际上路之后，我们比较有状况的是，我们要从下坡到平路这一段，因为协力车的速度太快了，就没办法跟上他的速度。然后老师的就是很快，就是脚的脚程很快这样。然后我就会跟老师说慢一点，慢一点，没有很赶。对，老师就是可能比较急之类的。好，后面有拉
啊，有推车哦。啊，可以，你可以慢一点，可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钟哥慢一点，他会怕。哎，哎，你慢慢骑，我看你。好，我们把它加那个石子勾过来。好，它最重了。加重，哎。虽然贵女的上市要油条的不顺，不过在前行上用心的提醒，一团四十公里的路程，总共一记还是当平安顺失。不过一点半钟的时间，日头是在当来，那是体力的心态的考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耗费的体力要大一些，对，尤其是手，因为可能要控制方向，然后还有稳住重量的关系。整体来说是有累到，但没有到就是马上倒下去就会死掉那一种累。我是不是讲得太白目了？好，你要拿什么？拿着你的水。哦，对，好，谢谢。哎，我要拿我的水。在这里面吗？对，我有我的冰，我来。好。通常到大稻埕之后，我们会安排一些史迹的导览，或者是历史的讲解。那这一次是请老师帮我们讲述有关迪化街发展的历史，就让我们对台北更加熟悉这样子。的部分，然后我们一直摸下来，摸到这个地方有被车子碰破掉的地方，就摸到陶管了，有吗？有摸到陶管，好，就是整个哈。所以整个水管你会看起来像是以为是一个竹子做的东西哈，有没有凸起来？有哈，啊，这造型哎，这凸起来的地方就是两个陶管接起来的地方，然后外面它洗石子，那这个呢，戒指比较麻烦，好看哈，对，漂亮造型，摸起来就很舒服哈，对啊，好，因为看不到哈，所以盲友的导览除了视觉之外，可以增加听觉、触觉，让我们可以更加知道说这个导览的情形是怎么样。那有些比较不方便的话，比如说这个物体很大或者物体很小，我们不方便去触摸，那也许可以用多一点形容，让我们能够心里能够建构这个影像。那虽然也许跟事实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亲临其境了，那也实际摸到的东西，那我觉得也是一种收获。嘿，对某某朋友爱认真去谈个样诶，做在地基头吉祥爱诶，有吉祥爱好诶。韩国从洋洋涌的个历史，就从时间过到暗格，停顿突然结束，每代表一摆有自信、有快乐的搞了发通就会结束了。先牵出去，脚踏车先牵再骑，先牵再骑。指挥，东田这边所有的车都出发了。好，收到，收到。好，来，老师，一、二、三。好，是这样，就是脚踏车道。左手边是河，我们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脚步。对，哇，这个风很凉。我觉得骑脚踏车出来是对我们明眼人来说算是很轻松的活动，可是对他们来说或许是比较危险。对我本身来讲，我是觉得能帮助到盲人会很开心，就是可以让他了解说这周遭的环境是什么，然后可以享受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志工体验还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再来。我觉得重点主要是我的词汇不够多，可能会让他没办法很了解的说旁边可能是什么情况，只能大概讲个稍微，没有办法讲得很明确。虽然一摆二发老母母朋友，但请短短两日相处的时间，不过大鹏一摆去此行茶的体验，相信对其来讲，唔但请系体会到母母朋友系用的工艺嘞，咪系当体配的经验，还卡系推人上关心人，开始有了解，会想要做志工为人服务嘞。